通知，是。邓冲。这个案子我们经营了很久，犯罪嫌疑人叫黄万芳，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。这是他的照片。根据情报，黄万芳一伙驾驶两辆车。
房间，老少王，真是弹无虚发呀！能得到你们特警的夸奖，我荣幸之至啊！你真是太愧对我的夸奖了。警察，都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。我承认，绝大部分的老鼠都死在了你们手里，但我是个例外，因为我要和猫一起死。少废话了，把枪放下，要不然我就引爆。庞坚，你挟持一个女人躲起来，还算什么男人？你要是真有种，咱们面对面交交手。我放下枪了。来啊！我身上没有任何武器，有胆量，我们两个男人出来单挑，害怕了？你的胆量都用在女人身上了吧？给我记住，我永远比你们特警强。给我记住，我永远比你强。我们安全了，小虎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队长，
此等待，因为心中有爱，每一次担心，因为手足情怀，每一次流泪，因为不曾离开，每一次分手是再次相逢期待，每一次召唤我们不曾徘徊，每一次凯旋我们并肩归来，每一次精彩我们真情换来，豪迈，我们的心连在一起，生死相依，痴心不改，热血铸就未来，热血铸就未来，心有大爱，无愧是铸就未来，心有大爱，无愧是大爱。